请你出来一下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好，那可以把你的戒指借给我一下吗？这很重要哎，很重要。结婚戒指，对啊，把它变不见，不行吧？老婆一起变不见。注意看，这是他的戒指，看清楚啊！我们先把它放到我手上这个位置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看到了。然后呢，我需要一个布，把它包到里面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你的戒指还在哦，还在里面。帮我拿着，这样拿着。对，好，好，不要放手，这样就好。好，OK。然后我这里一个打火机，不用怕，烧一下 ，OK。还在吗？感觉还在。OK， 注意看啊，一二三，咻！哎呦！哇！哎，我刚确定我握在手上，你完了，你的结婚戒不见了，你完了，我已经跪算盘了，完蛋，完蛋，跪算盘。注意看，我手上没东西，而我也没有碰过任何地方。问题，他的戒指跑到哪里去？在我的鞋带上面。怎么可能？不可是那个吗？哎呦，不可思议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都偷你在鞋带上？怎么可能啊？哇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你的？精彩，是不是你的？哎，不是，我的钻石好像比较大颗。对，还有人家的钻石。